水果要选新鲜的，给宝宝的奶粉也要选新鲜的。只有新鲜还不够，奶粉要选鲜活的。奶粉鲜活是看生产日期吗？鲜活奶粉敢于标注挤奶生产双日期，旗帜鲜活奶粉创新鲜活技术，挤奶到加工仅98秒，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，用鲜活营养持续呵护宝宝成长发育。